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世界。澳洲著名景点大堡礁因为海水温度持续上升，今年再度出现大规模的珊瑚白化现象，是近五年来的第三次。科学家们担心，这将使得海洋生态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甚至可能让大堡礁的美丽再也回不去了。由空拍机画面可以看到，海底的珊瑚礁呈现白化状态，已经不是缤纷亮丽的色彩。科学家们发现，大堡礁出现今年以来最严重的白化现象，是短短近五年来第三次珊瑚礁白化事件。科学家们担心，珊瑚白化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靠近，将可能造成永久的伤害。So we're very concerned as scientists about the shrinking gap.Between one bleaching event and the next, they are no longer rare events. They're happen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ly. We've had five now on the Great Barrier Reef since 1998, three of them in just the last 5 years, in 2016, 17, and 2020.由于发生珊瑚白化的时间间隔太短，珊瑚来不及完全恢复，导致数量持续下降。加上今年二月打破1990年以来的高温纪录为最热的月份，使得大规模珊瑚白化的现象加剧。科学家休斯表示，确定大堡礁不会恢复到五年前的样子，更不用说30年前。珊瑚礁正在快速改变，珊瑚种类数量都在减少，这将使海底生态系统出现前所未有的冲击。We're at a fork in the road. If business as usual will eventually destroy the Great Barrier Reef as we know it. We will have some sort of tropical ecosystem, but it won't look like a coral reef. There might be more seaweed, more sponges, a lot less coral. It would be a very different ecosystem.大堡礁面积约有34.8万平方公里，1981年被列为世界遗产，拥有地球上规模最大、最壮观的珊瑚礁生态系统。珊瑚白化加剧将造成海洋食物链濒临崩溃，鱼群的减少也会影响人类的食物来源。疫情重创全球娱乐业，随着疫情趋缓，好莱坞电影《侏罗纪世界三》也宣布将在7月初重新启动。自从好莱坞因疫情全行业停产后，环球影城周一表示，计划于7月初重启《侏罗纪世界三：统治》的制作，片场设置在英国松林影城。环球影城是首个在英复工的影视业巨头。《侏罗纪世界三：统治》是《侏罗纪世界》电影系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前一部《侏罗纪世界：陨落帝国》结束时，影片中的小女孩梅西将实验室里等待死亡的恐龙放生，人类不得不想办法和这些恐龙共存。如今第三部曲就是讲述恐龙回归的故事。What could go wrong？ 主演包括克里斯·普瑞特、布莱斯·达拉斯·霍德华。影片计划在2021年6月全球上映。根据疫情安全协议，飞往英国的演员及工作人员需要进行为期2周的隔离，并做抗体检测，每天还需接受体温测试。据悉，环球公司在安全测试上将花费500万美元。网络视频巨头 Netflix 已恢复在冰岛和韩国的部分电影拍摄，其他制片厂上周也陆续获准在洛杉矶指定地点开拍。好莱坞正试图全面恢复全球的电影拍摄和制作。中共病毒肆虐全球，国际间许多大型活动纷纷取消。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宣布，明年第93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将延期近2个月，是40年来首次。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15号表示，近一个世纪以来，电影在黑暗时期扮演着重要角色，抚慰、启发和娱乐大众。但在这段期间，延后了颁奖时程，可以为片商提供更大的弹性。第93届典礼原先规划在2021年2月28号，如今将延期到4月25号。奥斯卡上一次延期发生在1981年，当年因为有人试图刺杀美国前总统雷根，导致典礼延后了24个小时。泰国海滩近几个月来人烟稀少，让海龟上岸的数量大为增加。日前被列为极危物种的带妹海龟现身苏梅岛海滩，产下80多颗卵。当地的动保人员也直击拍下整个过程。一向热闹的泰国岛屿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游客。6月4日被列为极危物种的带妹海龟惊喜现身苏梅岛海滩，在当地国家公园与野生动植物保护人员的守护下，产下80多颗卵。
带妹海龟一边产卵，兽医一边从她的脖子采集血液样本检查健康状况。根据带妹身上的晶片估计，她已经30多岁，在过去9年里来过岛上6次。产完卵之后，用后脚将周围沙子扫进来，覆盖龟卵。工作人员赶紧放绳子做记号。带妹将产卵的洞填好填满之后，才缓慢地爬回大海。已被列为非法的龟壳交易是造成带妹数量大大减少的原因。据路透报道，一个动物标本制成品在中国的售价可以超过1000美元。2019年有近4000万人访问泰国，今年预计将下降至约1400万人，但对海龟来说却是丰收的一年。自2月份实施封锁以来，到泰国海滩产卵的海龟数量明显增加，在20年来发现最多棱皮龟的巢穴。当地保育人士也表示，在过去4个月里，仅苏梅岛一地就至少发现有4只海龟，一共产卵至少13次。疫情期间，即使政府和媒体都不断呼吁人们保持社交距离，但罗马尼亚一名鞋匠却发现大家很难真正做到，于是他突发奇想，把鞋子变长了，民众穿上之后就能时刻保持适当距离。而这个创意做法也为他在生意大受影响下带来防疫商机。像极说了谎的长鼻子鞋，是罗马尼亚北部城市克鲁日的鞋匠格里高尔拉普别出心裁的作品。现年55岁的拉普在疫情期间发现人们很难真正做到保持社交距离，于是萌生了从鞋子做起的想法。这双欧玛75号的长鼻子鞋，鞋头格外突出。如果两个人都穿上这种大码鞋，面对面站着的时候，两人之间的距离就可以达到1.5公尺。我是那头段的人，迪朗尼亚。Și am întrebat totuși pentru spectacol, domnule, nu soțul meu vrea, cum adică, tot soțul meu vrea să umble cu ei pe stradă, am mirat.制造一双长鼻子鞋需要使用近1平方公尺的皮革，并且花费2天时间才能完成。鞋子定价约115美元，目前拉普已经收到了至少5双订单。在疫情中创造出新时尚的拉普是位资深鞋匠，制鞋经历已经有39年了。2001年开了鞋店之后，常常接到全国大小剧院的订单，但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各种公共活动遭到禁止，使得鞋子生意也受到波及。中共病毒疫情在全球蔓延，尽管有些国家陆续解封，民众也返回工作岗位，但企业主的防疫措施不能马虎。英国就有一家公司将员工放在纸箱中办公。这是一家英国公司想出来的点子，利用可回收纸板来制作社交隔离品。据这家公司老板表示，随着人们开始返回工作岗位上班，他们决定先制作一系列间隔工作产品，像是独立式屏幕、柜台屏幕和办公桌隔板。这家公司过去主要是生产可回收的纸板托盘和纸箱，但现在因应中共病毒带来的影响，开发出全新系列的产品，以应对疫情大流行后对工作场所的新需求，包括屏风、书桌和带有透明聚酯薄膜的窗户，甚至餐桌隔板。像是这个书桌是由层压蜂窝纸制成，可以承受50公斤的重量，并且可以在1分钟内完成组装，要价大约26英镑，相当于台币1000元左右。土耳其伊兹尼克湖因为近期的封城措施而变得清澈，这也使得水底下一座有大约1600年历史的教堂遗迹显得更加清楚。土耳其西北部的布尔萨省的伊兹尼克湖底下有一座新建于西元4世纪拜占庭帝国初期的教堂遗迹，2014年首度被发现。当时考古学家们在伊兹尼克上空对多项历史文物进行空拍，
历史学家估计，这栋宗教建筑在西元740年的一场地震中倒塌，随后沉入湖中。而最近为了防疫所做的封城措施，使湖水减少污染，变得比较清澈，进而让水底的教堂残骸首次被如此清楚地拍摄到。当局出动空拍机的照片显示，教堂的墙垣和结构刚好就在水面之下，建筑物的残骸仍留存在 1.5 到2公尺深的水里，距离湖岸约20公尺。戴口罩已经成为民众的生活日常，有时候无法一眼认出彼此，也会有点困扰。印度钦奈一间照相馆想出妙招，在口罩上印上个人脸部照片，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制作过程快速又便宜，推出后大受欢迎。在印度南部钦奈市一家照相馆，摄影师为民众拍好相片，再以电脑编辑将客人鼻子以下的脸部照片转印到口罩之上，一片专属个人的口罩就出炉了。It is comfortable and nice, and also the cloth is also good one, and it has got very good, elegant look.中共病毒肆虐，印度政府规定出门必须戴口罩，民众无法一眼认出彼此是谁。照相馆结合本业与创意，想出人脸口罩的妙招，先从员工开始使用，效果相当不错。And customer from outside, they were asking for this, and they told why can't you make a mask for us? And this way we started this mask making. 除了钦奈之外，甘地纳格尔有摄影师也推出类似的服务，只要10到15分钟就能完成一个客制化的口罩，清洗后可以重复使用，价格只有50卢比，折合台币约20元，也是大受欢迎。世界最古老动物园终于重新开业，门外长长的队伍掩盖不住游客放松的心情。即将200岁的伦敦动物园第一次因疫情关闭了这么久，周一终于重新开业，门口早已排起长队。So we found new ways of entertaining ourselves, but this is definitely a huge bonus to be able to come back. 伦敦动物园于1828年开幕。起初园内的动物只提供给科学家们进行研究，从1847年起对公众开放，这里有近755个物种，上万只动物，是英国收藏量最多的动物园。But a number of the animals in my section have actually actively missed the public. So 这只骆驼似乎一刻也不想错过能与观众眼神交流的机会，而这位男士突然放慢脚步，看样子是被长颈鹿优雅的身姿给迷住了。企鹅奋力地用自己最擅长的花样游泳动作与小朋友们互动。伦敦动物园另一个独特之处是不接受国家资金，而是依靠支持者、会员以及入场费和赞助费创造营收。因此，疫情下的停运对动物园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如今，伦敦动物园将客流量限制在2000人左右，大约是往常的1/4，并且在工地周围设置了手部清洁器，让游客感到既安全又舒适。大堡礁基金会最近透过官方脸书公布了一支影片，超过6万只的绿蜥龟准备登上大堡礁附近的雷恩岛产卵，场面极为壮观。雷恩岛是世界最大的绿蜥龟繁殖地，当时正值绿蜥龟的筑巢季，研究人员以无人机拍摄龟群，主要是为了研究出一种计算海龟数量的方法。研究人员指出，过去计算海龟数量的方法是在海龟上岸筑巢时使用无毒颜料在龟壳上做记号，但颜料几天后就会被海水洗掉，因此计算龟群的数量容易有误差。他们发现，过去采用的传统方法计算出的海龟数量低估了约73%，而使用无人机可以更准确、安全地计算出海龟的数量。这支影片是研究人员在2019年12月通过无人机捕捉到数万只海龟在湛蓝海洋中游泳的精彩画面，至少拍摄到64000只绿蜥龟登岛产卵。不过，受到种种外在环境影响，这批绿蜥龟的繁殖不如预期。
绿蜥龟已经濒临绝种，全世界仅剩下约20万头的产卵母龟，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的红色名录中。新竹湖口乡举办了呱呱节活动，现场展出688台斤重的大南瓜特别吸睛，半个人高的南瓜吸引游客取景拍照，还有湖口生产的好米获得日本无毒认证，也是在地优质特产。哇，好大的南瓜！我们现在讲合理，哇，都头皮会发麻。巨无霸亚特兰大品种的南瓜展出，一旁的西瓜显得娇小，小朋友展开双臂也无法环抱，好大啊，更是让民众感到不可思议，很不可思议啦，也觉得很厉害，现在的农民很厉害，能够种到这样，很厉害，很佩服，真的是发麻。引人注目的大南瓜，不断的有民众来和它合影留念，来个低角度拍，手机拍，可爱姿势的拍或是环抱着拍，总是让人离不开目光。栽种的农民何先生表示，要种出这个南瓜好像是在照顾幼儿一样费心，每天要去照顾它了，啊，就要细心的照顾了。那瓜瓜长出来的话，要用人工授粉，还要把它吹电风扇啦，要散落啊，有时候太小的时候又怕它冷，要盖被子。农民不仅栽种瓜果有成，湖口生产的台梗71号稻米行销到日本达到3200吨，并通过608项农药检验合格的殊荣。米在我们湖口乡来讲，是全国来讲，现在已经销到日本是非常不简单的。我们有经过日本国家检验608种的检验合格，我欢迎我们湖口所有的乡亲父老啊，尽量来，为我们来宣传，来做打广告。我们的湖口的米是相当出色的，而且有非常安全的米。炎炎夏日，来上一杯清凉的南瓜牛奶，特别消暑。在农委会农粮署的技术指导，加上农民的辛勤耕作，不仅农产结实累累，也让台湾农业朝向高品质、精致化、永续发展的方向迈进。屏东长治乡有位果农，将卖相不佳的莲雾制作为具有酱瓜口感和风味的莲雾酱瓜，并尝试许多料理方法，不仅开创新吃法，也为小农加工制品多了条新出路。将卖相差或是 NG 的莲雾切成条块，加上酱料调制做成酱瓜，用来红烧豆腐或是煮苦瓜排骨鸡汤，还是做成素肉臊，都非常对味。素食水饺里面就完全不放肉哦，我完全用素食的材料去做。产季的时候用高丽菜啊，甚至用芹菜啊、红萝卜啊，或者说用马铃薯，即使很蔬菜类都可以放。莲雾酱瓜呢，吃起来也有甘味，有甜味。多了这一个层次感，它的口感喝起来配起来是蛮好喝的。这样我没想到莲雾会当做酱瓜啊，不过它的酱瓜口味真赞。莲雾曾得全台冠军，以及2013年荣获农委会杰出农民奖的许英中，有20年种莲雾的经验。早期种出的8掌莲雾曾创拍卖市场1公斤新台币800元的好价格，但他表示种莲雾的技术门槛越来越高，气候变化也越来越剧烈，采收时会有部分裂果或品质不良的刺激品，不但卖相不好看，价格也不好，才想说研发加工品，能够把我们的损失把它减少。好，一方面呢，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政府呢现在也在鼓励小农啊可以做一些加工啊。好，我认为说它的前瞻性蛮大的。许英中表示，为保留莲雾的脆度，他试了许多做法，前前后后花了2年改良研究，才逐渐抓到关键技术。经蒸煮、杀菌、封罐，将莲雾风味及口感都保留住。他说，莲雾酱瓜让消费者多一样选择，也为农民创另一条生计。毕业季到了，彰化一名贴心的女儿为了帮父亲走出丧妻之痛，决定返乡陪爸爸上大学，4年课程从不缺席，如今毕业了，父亲最感谢的就是有宝贝女儿的帮忙。毕业愿望是祝福女儿找到另一半，开创幸福人生。第一个呢，是针对他的统计学家，翻开笔记本，勤记笔记，眼神专注聆听台上老师的上课。58岁父亲蔡国郎说，会有这个机缘，全是因为女儿的鼓励劝说，才又回到大学上课。
有些不懂的，大家会跟他问，尤其是数学跟英文方面呢，都会有你有帮忙这样。58岁又重拾书本的蔡国郎说，四年来女儿陪读从不间断，父亲笑称这段时间跟女儿的关系像同学，又像是他的家庭教师，比老师管得还多啊。那甚至于他真的有些方法不对，他都有纠正我。女儿佳佳表示，五年前母亲因病去世，父亲顿时失去生活重心，于是鼓励父亲重拾课本念大学，自己利用下班时间陪着父亲一同上课。父亲念了四年书，拿到了2张公馆相关证照，而他自己也跟着拿到了3张证照。跟着爸爸，那爸爸可能会更有动力去来学校去来认真读书这样子。而且就是如果我来上课的话，所以爸爸遇到不会的话就可以马上问我这样子。四年后终于如愿毕业，父女俩高兴相拥，女儿祝贺父亲顺利毕业，而父亲则是希望女儿赶快找个男朋友，找寻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大千世界陪您全家人一起长知识，合家欢找创意，我是雨熙，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